怎么，两天就把钱凑齐了？哼，没钱！你死之后不怕开水烫啊？我们官府见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早已与你退婚。帅哥，你也知道我脑子瓦特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以前的事情就当是我不对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还想骗我？我不会再被你骗了。只要你再多宽限我几日，我定当还清你欠款。 何以为证？有干什么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本姑娘以此为证，一年之内必定还清公子欠款。古代电视剧都是这样削发为证，真是够傻的。剪缕头发，挺个毛用啊！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一鸣，我已为你落发。 难道还不够诚心吗？也罢。